宿主觉得种植生姜怎么样？这东西比山药好种，价值也不低。这五种是最贴近这个时空的生姜基因的，宿主可以先看一下，它们的产量各有不同。为什么你们的姜块这么便宜？因为它多，而且容易繁殖。姜块有一个小故事，据说远古时候，我们那个时代的远古时候，应该就是你们这个时代之后不久的时候。所以我是远古时候的古人吗？哼，我是你们的祖宗呢。有两户人家的菜园是相邻的，但他们彼此间的感情不好。其中一家在自家的菜园里种了姜，就在篱笆不远处。另一家也想要种姜，但因为感情不和，不好去问对方要种。他就在临近那块姜地的自家菜园里铺了一层粪土，时时浇水、除草、松地。不到冬天，就有姜从篱笆底下生长过来了，在他家的地里发芽长大。从那以后，他也有姜种了。所以只要土地够肥，姜是很容易生长的，而且一生十，十生百，再容易不过。满宝就看着商城里五斤包的姜，心动不已，毫不手软地买了一包。姜种了卖钱，记得要买驴啊。既然姜这么好种，为什么还这么少呢？姜好贵啊。可能是因为你们这个时代消息传递落后，东西流通也缓慢，种植姜块的人少，但消费的很多。姜的用途有很多，我扫描过，富贵之家日常都拿来煮茶的，并不缺姜，所以缺姜的只是你们这些平民。